系安全了，天哪，我要吓死了。现在我到学校了，我要去参加一下艺术学研究生的一个论坛。现在就要去报名，我带了学生证，还有两张一寸照。对，你是外校还是本校的？本校的。你签个字。取票吗？外聘的。现在我已经拿到了这个观摩证，还有一张音乐会的券，一本音乐学院国际打击乐节的册子。天哪，我要吓死了。你打个滴滴吗？妈妈，我现在手都在发抖。我去买了一杯奶茶，在路上走，那个人就一直跟着我，一直跟着我，跟了一路，一直跟到学校，跟了半个小时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开始就很快的走，他也走得很快，他说他也和我可以和我一起走，反正他没有事情。然后我就不敢回头，他就一直在我后面。我现在找了一个教室进来，然后躲在这个教室里。稍微再躲一下，等一下你再出去。你注意安全，等下又有什么情况你就跟我们联系。好，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现在我找到了一家咖啡店坐下，然后把手机充上电。现在我就准备等着学校的音乐会开始，我手机的电量真的是就接近没有。忘记了，杯状的东西不能带入音乐会厅，所以我现在要在外面把它喝完。喝不完了。经历了这么多波折，终于回到了宿舍。It's every day, bro.